那你放试试。我说他现在我说该怎么了，这生意可是光是到冷门了，买的工额都下买过一2000多块一家，你看你赶紧吃点好东西家。哦，您是这样啊，婶子，是你以前小年轻的时候，小的时候做年轻的时候做生意。哎，是个人光那买的那个啦，20岁的时候买的那个啦。哦，20岁的时候买的。哎，那个时候买了多少钱？买的2500块钱。那个时候2500块钱买的、哎、啊，现在多了应该也有20年了啦。有20年起码给我买6000块钱家。你买6000块钱？哎，看出的价嘛。你那个时候知道这个是古董，你那个时候就舍得2500块钱买啊？哎，我说起。我看的、嗯、厉害厉害厉害，你有眼光啊，这个有眼光。嗯，这里也有落款啊，这里，这里落款的。那个人我可能也没买个地上，可是过去那个时候2000多块钱好值钱嘞，二十年以前2000块钱很值钱的，那个时候差不多是万元户了是吧？1万块钱称之为万元户了是吧？嗯，那你值得出钱，谁都出钱的，这是一个。年兽也是像一个狮子，年兽就是过去那个年兽的话就是辟邪的啊，辟邪我们古代的四年兽之一啊，这个是，这个大也是蛮大，这个是，这个是寿山石的，这不主要是这种寿山石可能稍微好一点。嗯，我也看到有的到我买灯搁这搞去。嗯。你觉得没事，生意搞这不做生意，咱这些就等着刷点不都行买。那是，那你还是有眼光，嗯、赚了钱值得投资啊。嗯，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镍，那个寿山石它主要是镍，主要是确实它的特征就是镍多，石镍多啊。但是这个比较大了哦、啊，这下面还有很多的字，我们看一下字啊。啊，我用那个印仪把它印一下。这个字看不清楚了，要把它印一下。嗯，字也是很清楚的啊，但是这些字我都不怎么认识啊，可能。要找个专业的读这种字的人才认识这些字的啊，但是这些东西还是蛮大，东西雕跟的也像雕的活龙活现的啊。哎，嗯，你看它的这里面掏的很好空，其实雕这种雕跟是很难度很大的啊，这里面全部是雕坑的啊，它四个角都是镂坑的，全部都是坑的，它的高度应该也是蛮高啊，我量一下。应该有17-18斤重嘞，这个也得重嘞，说着啊，哎，有7公分高，宽也有5公分宽啊，大概有，我那个称嘞，我看一下，对，8年多嘞，有8年多嘞、嗯，确实差不多1500，很重很重，对。嗯，您这个当年是买来是2500，肯定是要赚点钱才卖了。现在肯定了，又要多少？6000块钱接了。6000块钱。哎，把这羊毛印多个。有6000块钱，反正就是等于发一发啊，再加一点啊，也就加点利息一样的了啊。这应该是。我也估计五年了。那确实，嗯，也应该确实。6000就6000了，我相信你也买了有20年了，就是利息都不止这点钱了，证明你眼光还是蛮好。嗯，感谢您了啊。还有什么东西都可以给我送过来的啊。有姐姐，谢谢啊，再见啊。